徐翔一死，整个异人界的乱成一锅粥了。全是，徐翔死了，龙虎山的保护没了。异人岩，我大辉可没结束啊！万一这个时候，有个全姓支流的败类混水摸鱼溜进来怎么办呢？放心，徐主任虽遭遇了不测，不过公司已经委派了新的负责人。新的负责人，对不起各位。 来晚了，我说这哪儿都通实在没人了吧？竟然让你们两个来接替你爹的工作，你爹是老江湖了，都招了全姓的道，这担子太重了。你们两个担不起。我们哥俩跟我老爹比起来，那简直差得太远了。要说我们俩有优点吧，就还有那么点正义之心。不过天下太大，我俩也管不过来。 但在我们能力所及范围内，我们哥俩绝不含糊。我八位哪都通工作了大半辈子，遇到的困难艰险数不胜数。他为什么能坚持下来，靠的就是永不后退的决心。我们虽然很年轻，有很多不足，但我能向各位保证的是，在异人演武大会的举行期间，绝不会发生任何意外。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？那就拜托二位。 老天师，人我给您带过来了。楚岚，快来见礼。啊，论说呀，这位也是你的师爷，田进忠。当年在龙虎山上，我、金忠，还有你爷爷怀义，三个人交情最好。田师爷，那我得给您磕一个呀。 见识这关赏不要脸，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跪舔了。这个就是陆景陆老爷子吧？我也得给您磕一个。别免了，你的礼我可受不着。别啊，陆老爷子，您受得起。要不是您把铜钱录拿出来，这次异人演武大会没这么精彩。哎，老张老天。 这小子损我呢，胆子不小啊！那是，没看是谁的徒孙。得嘞，那就算老爷子我坑了你一回，但是也不白坑。老爷子，我答应替你做件事，只要不违背天地良心，老爷子替你办牢。谢谢陆老爷子。对了，这位是。 这位是我哪都通同事，也参加了这次大会。老陆，先说正事儿吧。好，我们审了玉化毒。 发现胡杰只是四张狂的傀儡，全行利用了玉化毒对徐翔的仇恨，拿他当枪使，杀害了徐翔。可是玉化毒本人对全行后面的计划却是一无所知。那你们觉得全行此次上山的目标会是什么呀？那肯定是您的通天录呀。通天录肯定是他们的目标。我觉得除此之外，他们的主要目标。 您不会说，他们的目标是我吧？你也好，通天路也好，都是饵。只要全姓妖人敢咬钩，我们就在这龙虎山上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卓兰，两位前辈你也见过了，你放心，比赛还会继续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老婆。
竹兰，你说吧。师爷，第一次跟我说我爷爷勾结群星妖人，这是真的吗？师爷，我知道您要我拿下一人燕舞大会冠军才肯告诉你，可这件事实在……老张，你瞧瞧，你把人家孩子逼的。 我真不知道当年那点破事儿是有什么值得藏着掖着的。我不是你们天师府的人，我守不着你们的规矩啊！你要不说，我可跟您说了。你们这些小东西先出去，都出去。当年的事情。 我并没有掺和，细节不清楚。但是关于你爷爷的事儿，确实没有冤枉了他。你爷爷的确是跟千星妖人有勾结，岂止是勾结，干脆就是拜了把子。当然不止你爷爷一个，当时参加结义的，还有其他名门正派的子弟。 阿莲的爷爷以前真敢干呢。各位，太爷爷们在里面说话，你们这样偷听。小野子、小庆子，别吵吵，回头给你们一人一担子弹砖。哎，怎么没有声音了呢？ 太爷，大家别还手啊！这是我太爷的通天路。太爷，我们走，你们快放过我们吧！不用设坛，不用行气，老罗啊，你随手就完成了。哎。 通天路已经大成了吗？天兄过奖了，大成可谈不上。楚兰呐，这就是我最好的兄弟茅山上卿郑子布所创的通天路。郑子布还有天下会会长风筝豪的先人梁山大喜封天养。 都在那次结义当中，那次参加结义的一共是36人，被人称作“36贼”。36贼的结义虽然隐秘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。各名门正派眼见的自己的门人与妖人有勾结，都极为头疼。于是，他们联手对36贼发出了追杀令。 对于追杀的原因和罪名都只字未提，只是为了保住自己门派的正面形象。他们希望这36人永远消失在这世上。我当时是陆家的长子，知道内情，但因此事干系重大，我也不敢帮助郑子布脱困。一生无暇，我也赔。 师爷，那您当年怎么对我爷爷的呀？不止我，还有我旁边这位，当年天师府中下山追你爷爷的，就我们二人。田师爷，那您……小白痴，别瞎想。这辈子我对不起很多人，唯独对得起你爷爷。 你爷爷张怀义跟千星妖人结拜之事，真的是给天师府招来了不少麻烦。我还记得，总有其他门派的掌门对我师父施压，就是当时的天师张敬清。
可你太祖师爷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护犊子，他命我二人下山寻找怀义，只要我们能私下带回怀义，就可以按照天师府的家法来处置，其他门派的人也不好再干预我们天师府的家事。当年我和你知为师爷分两路去寻找你的爷爷张怀义，可终究还是没有找到。不但如此，在半路上。 我还遭到了追杀，小青子，在。二太师爷，帮我一下。那伙人到现在都身份不明，他们拷问我你爷爷张怀义的下落，我确实不知，可他们不信，于是。 就伤了我的经脉，毁了我的四肢。如今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，陈师爷。 你是因为我爷爷，楚兰啊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向你诉苦。受伤之后，那些打拳踢腿的功夫，我确实练不了，这就反而让我心无旁骛地从静功入手。这些年来，我清静的功夫是大有长进。 我也听说了，你在山上这几十年，一觉都没睡过。<笑>气满不思食，神满不思睡嘛。现在我是神完气足，再不靠睡觉来养神了。天师爷，你还真想得开。孩子，这些年你在外面。 不知道是怎么过的，但是我知道，一定不容易。你爷爷他自然知道，回到山上，师傅就可以庇护他，可是他没有，他怕祸及师门，所以宁可在外面一辈子，东躲西藏。 孩子，不要怪你的爷爷。不怪，我只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。他当时也是无依无靠，有些事他确实不能够告诉你。 贼呀，何必呢？倘若他要能早一点把你带回山上，你也不至于过得如此辛苦。这些年来，我和知微兄从来没有痛恨过你的爷爷张怀义。师爷。 怀义的孙子，也就是我们二人的孙子，卓兰。这个大会不管结果如何，天师府就是你的家。如果你的知为师爷对你不好，你尽管跟爷爷说，我会天天在他入境的时候，用凤凰传奇。 哄他！哎，我招你了，我怎么会为难楚兰呢？娘的，知道我眼窝浅，还当着面来千里认亲这套。老张，老天，恭喜了，认了个大孙子。
哎，小妞，里边跟张爽来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就是哪儿都通那个选手，冯宝宝是吧？住手！宝儿姐，别打了！宝宝，宝儿姐，宝宝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晓得。没事吧，二姐？我知道，我有的你也会有的，我会帮你找回来。小子啦，哎，那个唐文龙什么情况？什么本事？跟哥说说呗。这个唐文龙真正裸驴的是，浑身毒瘴，一旦展开，周身的气都带毒，根本不能接近。他现在到处放话，说要在赛场上解决掉你。我估计啊，这次是俺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了。魏道长，这次我一定不会下去了。唐文龙，你一定要打败张楚岚，不能便宜了这个无耻之徒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别黑了，没听说过一句话叫黑到深处自然粉吗？咋，唐大哥？不用套近乎了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比赛，是为了废掉你。大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咱俩这是第一次见吧？你爷爷张怀义在四姑娘山杀了我们唐门七个人，连我师叔杨烈在内都死在他手里，这笔账得你来还。唐大哥，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又何必在这里争强好胜、咄咄逼人呢？比赛开始，浑身毒瘴，一旦展开，根本不能接近。张楚岚竟然有这样的速度！唐文龙选手的遍体毒瘴也施展了出来。张楚岚想要再次近身攻击的话，一定会中毒的。张楚岚身边亮起了无数雷电弧，同时射向了唐文龙。唐文龙被这些电弧的流星缠绕，所有电弧击中的唐文龙，他开始冒黑烟了。张楚岚竟然可以不近身，远程操控这些电弧，难以置信，张楚岚选手简直是脱胎换骨了，瞬间就击败了唐文龙啊！唐文龙选手输在了轻敌啊，而张楚岚却做足了功课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粉了吗？不可能粉，他明明是个无耻之徒，他怎？
这次真心的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无耻，但你弄混了一个概念，无耻并不代表无能。我输了。张楚岚，对，唐文龙，胜者，张楚岚。老张、老田，看看你们玲玉跟我们家玲珑多般配啊！陆玲珑对张玲玉，张玲玉胜。您这个牛鼻子，你别跑！师兄哎，你慢点儿。慢不得，我能慢下来，老陆的巴掌可慢不下来。那你把我放下，老陆抽的是你，关我屁事啊！哎呦，同门之谊都不讲了，得嘞，待会儿拿你当标一样扔出去，照顾老陆。凌宇他是个晚辈，我不便跟他动手，但是你徒弟的账我必须算到你这个老王八蛋头上。好啊。你这龙虎山的雷法厉害是不是？行，你站住，看我的雷符能不能劈动你。老陆啊，100多岁了，耍什么混蛋呢？要点脸不要了？脸我不要了，今天我要跟你那个徒孙学学。别说脸，今天我命都跟你拼了。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不行吗？来，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，比赛是比赛，场外是朋友，为了友谊干杯！这个啤酒而已，不至于这么大牌。不好意思啊，暗器练多了，条件反射。宝宝，你去吧，不用陪我们俩，跟他们交个朋友。去吧。他们这么快能打成一片，放下戒备，去了解彼此，成为朋友，还是挺好的。张主任，说实话，我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力量。那堂兄，咱们商量个事儿呗。我是觉得呀，上一代的恩怨是非没必要影响我们下一代，也不明白其中缘由，就这样影响我们的感情都不划算。说的确实有道理。那回头咱们来一场真正的较量怎么样？别整天老打打杀杀的，打打杀杀多不好啊！有空咱们约文的打麻将。哎，别光顾着自己喝呀，疯婆子，咱不打不相识。和你交手那几下我就看出来，你功夫不俗。来，我敬你，咱一瓶泯恩仇，今夜不醉不归。好，等我喝完这个。你这是跟我叫板啊？我还动了，你敢在哈酒上跟俺叫板？来，我陪你哈烈的。有被子吗？
莲，可以啊，侬噶老驴，侬晓得吧？侬现在可是1:250，侬要真的夺了冠，阿拉要上月球还账了。那不刚好吗？正好练练你的月球普通话。这个张楚岚还真的是这个大会的焦点啊！哎，对了，听说你和他交手过，他真的有程文成那么不堪吗？我是一直特别好奇啊，你是不是一直都特讨厌的张楚岚？我没有不爽他。你有，还特别明显。难道是因为这个？你的鹦鹉雷？诸葛兄弟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你们不是要聊私事吗？我这个人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的。师妹，你就说这张楚岚吧，就算他能以完璧之身修炼杨五雷，那也不能撼动你在龙虎山的位置。阿雪，你少拿话气我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我只是很不爽那小子。当年我因为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没有办法继承心目当中最完美的杨五雷。但这又能怪谁呢？都只是我自作孽。如今又迁怒于张楚岚，更是我没有修行的不够。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，要不然你就告诉我，你那个医血到底是谁拿的呀？那个医血到底是谁？这张凌云，原来还有这么段黑历史啊！我发誓，我绝对不跟别人说。不可能，你就是要外传才过来问我的。我真不说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吧。我确实应该找一个机会跟张楚岚道歉了。张楚岚，我叫你一句喂锤子，你要说错了就炫一个，没毛病啊！炫一个，火四子，火四子，哎，错了，炫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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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阿莲，侬这个镜自杀是什么样子的嘞？怎么样，张楚岚，给我们看看你的镜自杀吧。镜自杀？你看那个干嘛？哎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没兴趣。这镜自杀也是快失传的艺术，我们大家只是想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而已啊。近距离观察什么？是不是就对呀，是吧？我发病了，进宫中。别激动，别生气啊。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只不过这类艺术已经失传很久了，而且古籍上也没有记载。对对对，我们只是不想错过近距离观赏的机会。近距离看一下。驼子兄弟，我给你看。张楚岚，侬一个要干翻苍穹的男人，就不要在乎这些小节了，好吧？张楚岚，如今世上除了你，谁还有资格师父禁止杀？就是。今天务必让我们开开眼，开开眼。你们就这么想看是吗？那就让你们开开眼。这上面隐隐流动着气所组成的符号，但是有点儿看不清啊！看不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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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清。要想看清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我调动体内的真气就可以。体有金光，复印五身。
视不可见，听不可闻，打你！果然，这里禁制法术由特别的符号组成。太美妙了，与如今浮夸刻意的设计不同。这些符文充满着古典主义独特的质朴又神秘的美感，这不是古典主义啊！这是波西米亚风格。怎么样？还是我张楚岚够意思吧？让你们月落无敌，友谊万岁！好。我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要给这个家伙道歉，师父错了，他就不该让这个白痴进龙虎山的山门。有过多少山，有你陪我一起攀，有过多少河，有你陪我一起过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这些孩子会帮咱们扛起来的。有我一起遮挡，有过多少欢笑一起分享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比赛。有过多少伤，有你陪我一起扛。有过多少迷茫。龙虎山张灵玉，很期待见识到我的神迹。我也很期待。有过多少青春一起回想，曾经一起走过友情岁月，曾经一起。我来龙虎山是为了寻找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想证明自己有无限可能。安赖露一手，掐串绝学。俺们邓氏兄弟一定会在场上一鸣惊人。我们三交口友才是第一位。我来和各路高手过不招。就由我们来接手了。我也让大哥记住我的名字。老天师，您这是，您眼睛怎么了？那边真热闹。这老罗非打我眼睛。你没跟他们一起？我这白天觉都不够睡，更何况晚上了。来一杯。味道不错。来来来，我扶你。小王爷啊。你大半夜的来找我，憋什么坏呢？哪有啊，我这不是给您排忧解难来了吗？给我排忧解难？我来是想跟您打声招呼，您不用因为张楚岚的事情头疼，至少在遇见我之前他不会被淘汰。我呢知道您非常在意张楚岚，不过作为天师府的天师去插手小辈艺人的事儿，老天师千万别说做，想都别想，一旦坐实天师府的声誉则不必说，您个人的命运也会因此发生改变。怎么，你我的事你该少一点好奇，对你不好。您说的对，我也不想给自己找事儿。不过小王爷，听你的语气，你这次来是为了张楚岚来的了。是啊，不过我的来意跟您恰恰相反，我来是想阻止他拿冠军，
阻止他继承天师渡。您想让张楚岚拿冠军，您有您的考虑，而我也有必须要阻止这一切发生的理由。你要淘汰他，就得先淘汰诸葛青，就是张灵玉，我都不敢替他打这个保镖。他能胜过诸葛青那小子？你有把握？这个嘛，算有吧。要不，我老头子试不试吧你？那行吧，那就得罪你了。让您脱！好家伙，这对老人家用了一次软禁托，几乎就要虚脱了。这就是天师的分量吗？有点意思，竟然我有一瞬间跟周围的世界脱节了。这是通过时间的控制，把对手拉入到你的比赛节奏。是我看走眼了。你不止云龙一个师傅吧？小王爷，做你想做的事吧。张楚岚能不能继续走下去，不取决于我，也不取决于您，只取决于他自己。老天师，得罪了，晚辈告辞。Just